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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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十方同聚会。十方同聚会。个个学无为。个个学无为。此事选佛场。此事选佛场。心空即地归。心空即地归。诸位大德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已经到了第二天打七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万缘放下，一念相应。这个轮回的路上都是因缘果报的循环，从一念无明而产生了分别心，我们就在十二因缘中轮回不休。生死从哪里来？就是最初的这一念无明。古人所谓混沌未开，遥遥冥冥，不知何以名状，故为无明。但无明是无相，没有状态，没有样子，也没有动摇。楞严经说，是我们众生以觉为名，觉名相扰，动摇发生，就是寥寥灵知，本来就是本觉不动的，但是在本觉不动上，我们自以为能够了知，以觉为名。所以无明之后，它的表现就是动摇，无明原形，行动的行。有了行，就有了别的实，分别心。所以我们分别心的升起，就来源于我们不分别的明明了了，没有样子，没有状态，只是全然的混沌。说他知，他寥寥分明；说他不知，他一无所知。就像有些人用功在寥寥分明这里三年五年下去，还是不懂得佛法的道理，也不懂得人生的道理，因为他本身是无明所覆盖。所以在无明无分别的状态上产生了分别心，有这一念分别心，所以导致了心和物的分离，从无明为缘产生了心物的二缘，就是明色。色就是物质的世界，明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内心世界。事实上是没有一颗心属于我们的，全部都是外缘的影子，所以叫六尘缘影。
我们对这些影子非常执着，以为它就是我的心。所以佛经里面把外缘六尘的缘影倒映在我们自信天空中的这个影子，叫做明，而不叫心。普通习惯叫精神，或者唯心，或者唯物。但是佛法恰恰把它叫做明，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。我们认为我们的心是开心的，也徒有其名。只是你认为开心的那件事情的影子射在了你的自信天空中，你以为这就是你的心快乐了。你认为痛苦的那些影子反射在你的自信天空中，你就认为这是我痛苦了，我的心里面烦恼了，我的心里面安了，这全部都是外在的影子，落在了我们自信无所得的天空中。所以佛经把它叫做明，而不叫做心。心和物，这个名色二法，一旦分离，那么我们生命的痛苦就因此产生，种种不如意的镜像，种种烦恼的干扰，全部都是我们根和尘分离的结果。心和物分离了，这是一种幻觉。在这种幻觉上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不够，因为原本心和物是一体的，全部都是缘起法。我们看不到缘起法，就以为内在的是自己的心，外在的是物质、是世界、是他人。当把内在的自我树立起来以后，把心当成自己，那么物跟心既是对立的，又是你贪得无厌、一直想要追求得到的东西，非常的矛盾。你不停的向外追求，又不停的被外界所干扰、所影响，被外界牵着鼻子跑，一直牵着鼻子跑，一直我们又追求外界的六尘，这就是轮回的受苦的开始。所以名色以后就产生了六入，六根进入了六尘，或者六尘被我六根所进入，所以佛经叫六根也叫六入，或者叫六尘也叫六入，加起来叫十二处，就十二个处所。这样分开以后，我们就自相矛盾。六根既被六尘转，六根又在不停地选择六尘。六尘不但干扰我们的六根，而且还是被我们六根所创造。所以一切外尘都随我们内心所转，你的内心的思想境界、起心动念，直接改变了你身外的六尘世界。所谓境由心生，同时我们又心随境转，所以常常坐在那里，你会想不清楚人生到底怎么回事。有时候你心能转物，有时候常常是心被物转，能转也罢，被转也罢，全部都是根尘对立之后的妄想虚幻境界。所以六尘之后，这个六根六入啊，进入六尘，这根尘勾结呢，就产生接触了。
如果六根不落六尘，它没有接触。有了接触，就有感受。你的根不落在尘上，你就一点感受也没有。所以在腿痛的时候，是你的生根进入了触尘。如果你的生根，修四谛法的人，修世间这个禅定，或者是解脱道的佛法，他观身如身，观受如受，身和受截然可以分开，是两码事。一旦发现身和受是两码事，你的身体一点都不会痛，痛是感受，不是身，身体是坐在那里这个样子。我们稀里糊涂的就以为我的身体痛了，我的脚痛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事实上，受是受，身是身。这个四念处啊，它两种处所存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了感受，我们就会贪着、执着自己喜欢的、舒服的感受，从而排斥不喜欢的、不舒服的感受。在这种执着和排斥上，就产生了严重的执取。所以有了受就会有爱，有了爱就会有取，有了取你就会采取方式，腿动一动啦，或者背靠一靠啦，或者东看看西看看啦，你就会采取方法来对治这种痛苦。在人世间，常常把五欲六尘满足自己的要求作为对治痛苦的方法。但是无论你满足了多少的欲望，在死亡面前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以这些欲望来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。就是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但是你生命的最后一次问题根本解决不了。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解决不了。100次的病都治好了，最后一次的病治不好。没有人能够治死亡的病。所以当我们每天以外在的条件、物质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境来满足自己，缓解自己内心的纠结和痛苦，只是你越追求，你的依赖性就越强，越满足了，你的内心就越脆弱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物质生活特别丰富的人，他的内心就更加脆弱，会经受不了缺乏物质的痛苦。人世间无不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吸毒的人，觉得他们挺可怜的，为什么不能不吸毒？不吸毒他就非常好，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吸了毒他就不健康了。其实我们大家跟吸毒的人是一样的，在欲望面前，特别是当你六根和六尘分离之后，总也不满足自己已经拥有的身心状态。无论是安静的还是吵的，是年轻的还是老的，自己的内心始终对外界的物质啊不能满足，心本身就有一种缺失感。所以当我们不明白自己所执取、所贪着的这一切全部都是根尘勾结的结果，那我们就不自觉的会随境转、随孽境、随孽所牵。所以迷惑然后造业，所造的业又是不停的增加这种轮回的业。我们从生到死，在悟道之前，
所有的起心动念，没有一个念头不是生死轮回的念。大家观察一下，你有没有念过涅槃无所得的念啊？就算你念100遍涅槃无所得，你的心还是依旧在轮回中看涅槃，依旧在轮回中念着涅槃这个名字。所以《地藏经》告诉我们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就是你在念头一动，就是根尘分离，根尘勾结。你说这个财色名利啊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贪了，就算这个念头升起来，你还是被财色名利所困。就像有些人，他不贪名，他很在意不贪名，他不停地强调我不贪名，其实他在强调不贪名，是他同样被名所困。你的内心已经为这个名很在意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，没有看到的，外在所对的六层境界，时时刻刻在燃烧着我们六根的功德。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，他很感叹，佛陀说，五官众生在热焰中燃烧，他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啊，在炽热的火焰当中燃烧，眼根被色尘所燃烧，耳根被声尘所燃烧，六根一直被六尘所燃烧，难以清净，难以自在。我们大家看过心中心的这个心经，就是大一切佛说这个大随求陀罗尼心中心经，这个心中心经里面头的序开分一段，释迦佛也同样在感叹五官时炽热如火焰，众生燃烧其中，就是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被这种欲望，强烈的欲望燃烧着。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，也带着欲望的心，善法的欲望，就像有些想要打气，他要想尽办法满足自己打气的愿望，甚至不惜骗师傅，我没有500座也说自己500座了。做不到4个小时也说能做到4个小时。发心是猛力的，但是它的背后也同样被烦恼燃烧着。我们每天六根都是被外在的一切尘燃烧的。所以起心动念就已经被外境所转了。你只要想开口，想表明，想说明你的心境，也已经被外境所困。所以禅宗祖师啊，直接告诉我们，这里没你开口处。你想要开口，想要问个究竟，想要想个明白，这已经是根尘相对，不能融会贯通。所以在12因缘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由于种种的造业，这个业的力量始终是推着我们往前走，我们都是被动的推在这个苦海上。如果没有觉醒，大部分的人不是被恶所困，贪嗔痴慢疑
我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，借见取见，被这些五力识、五顿识所驱使。你想好的东西，也是秉持的我执、根尘对立。你想着自己很糟糕，自己业障深重，也同样被根尘相对。所以外在的这一切缘起的法，让我们在生灭轮回中层出不穷的束缚着我们这颗原本自在的心灵。那么真正要打七，按十二因缘当中说法，是顺观十二因缘和逆观十二因缘。顺观的人，他观察有无明，所以才会动摇，就是我们有了我执，有了自我的认知，所以才会有分别心，有了分别心就根尘对立，有了根尘对立我们就会有感受，有感受我们就会有选择，选择这种感受好，那种感受不好，有选择就会有爱，有爱就会采取行动，采取行动就形成了你新一轮的轮回的力量。你不停地采取行动，这个行动就驱使你习惯性的继续去行动，所以贪的人他越来越贪，嗔恨的人越来越嗔恨，愚痴的人也会越来越愚痴，就在这样一个苦海当中纠结不休。那么逆观也十二因缘，他观察到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乃至六路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灭。就是假如这个无明消灭了，根尘不再对立了，那我们这个轮回的苦海便告结束。所以真正打七，在一念未生之前，为什么要盯住？就是你确实能看到你的心没有动摇，一动摇就一定是根尘对立了。这个根尘，前面的五根跟五尘是比较好认识的，眼根对色尘，看得见的、听得到的，耳朵对声尘，嗅得到的鼻根根根香尘，尝得到的是舌根跟味尘，感触得到的是身根跟触尘，这前面五根。那么第六根呢，就是意根对法尘，这个有点难度。意根对法尘以后，它产生了分别意识，不对法尘就没有分别意识。有分别意识就是第六识，没有分别意识才是第七识。所以我们也没有用功，特别你打气坐在那里或者休息的时候，真能用上成片了，找路吃饭都不要起心动念，但好像做不到。那必须坐在那里，你要全力以赴的看到，就是六根不落在六尘上。根和尘让它脱离开来，六尘缘影啊，是我们六识的所有内容。脑子里面没有一个影子，没有一个概念，无论是见花见光见佛见魔，全部都扫除干净。
根和尘能够脱开，这是打气的功夫到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五百座啊。现在大家如果用心修五百座，这个功夫就稍微好一点，就知道正是你可以用得上功夫的时候。有些人用到这里啊，反而迷茫了，因为看到自己前面好像没有多少希望，比以前比起来呢，好像进步了，但是现在怎么进步不了了，停留在这里了，用了多少功呢，也没有多少效果，反而改道了，这就非常可惜。实际上是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就你正在用心的时候，却是无心可用。根和尘一定要完全的透脱。所以大美法常祖师有讲过这样一句话：根尘迥脱是非常，仅罢神头作一场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真得梅花扑鼻香。这就是打棋的人需要的境界，根尘迥脱两重境界，一种是根和尘两个脱开了，眼睛能够视而不见，耳朵能够听而不闻，鼻子能够闻香而无嗅，舌头能够尝味而无尝，身体也没有错觉，一根不落在分别妄想上，这是六根跟六尘脱开来的功夫。而这个功夫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，假如没有听法，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，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是第六意识妄想构造了种种理论推理，符合逻辑思维，却不能真正的实践。所谓哲学，它是第六意识构造起来的。而我们禅宗就告诉你，你的思维分别要全部放下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我们不要小看，它不是一般普通人的境界。普通大众蝇营狗苟，东奔西走，贪求无厌，普通的凡夫都是如此。所以当你根尘迥脱，你千万不要小看，以为这是太稀松平常了，这一念放下不就是了吗？这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难处啊？其实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观察人生的境界，超过许多的世间的伟人，包括孔老夫子在这个地方都没有透过，他是在意识上把世间的思维观察得非常周到，很入世。所以能够在这里看见的，不是等闲之辈。所以法师告诉我们呢，根尘迥脱是非常啊，不是平常的人。仅罢神头做一场，这很符合我们打棋的心境和这种条件。你要抓紧时间，赶快把这个神头给做掉。神头是什么？六尘六根之所以能勾结打成结的这个神的头，就是我们的一根我执。
这个头要是找到了，这个神就好办了。平常很多人身心纠结都不知道结在什么地方，已经纠成团了，在心中都不知道自己心有千斤结，不知道往哪里下手。佛法有智慧宝剑，让你一刀两断。所以你看到根尘勾结的这个神头，正好就是根尘窘迫之际。下面是鼓励我们，也是他自己用功的写照，不经一番寒彻骨啊。这个寒彻骨啊，这比喻梅花经过了严寒的这个考验，扑鼻的香气才会出来。我们大家如果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的这种，按虚云老和尚说是家破人亡与难堪呀。真能够把根尘迥脱的境界提起来，就是你彻底放下一切思想杂念，那种感觉，古人讲如丧考妣，就是亲生的父母去世一样，心里又难过，又悲伤，又要专心。你还不能不专心，为什么会悲伤？因为我们大家无量劫以来，被财色名利、五欲和六尘染污的太多了，被这些毒已经种的太深了，贪嗔痴慢，随时随处，整个身心就浸泡在三毒十恶当中，所以你现在能够把这个身抽出来，彻底把身心洗净，这就经一番寒彻骨。心要是不冷透了，稍有情执在。稍有挂念在，这就是你轮回的根。所以，对于娑婆世界的凡夫，都是以情执为根本，生死轮回都是纠结在情执上面，对物质的感情。对人的感情、对情绪的、心情的感受，这种种经验，全部都落在了根尘勾结当中。所以你想把这些解开，这个确实要下一番寒彻骨的功夫，身体手脚痛一下，算得了什么？我看有些人脚稍微痛一下就受不了了，哎呦，我哭爹喊娘了，东看西看，东摇西摆，这个哪像是要了生死的人呢？我们生老病死多少生事了？我们每一世都有离开亲人的时候，前一辈子离开了亲人，也可能你20岁、30岁、50岁、100岁。没有一次去世的时候是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让你走的，你也没有一次离开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走的，全部都是在那里痛苦不堪、哀嚎不绝，但是一转头又忘记掉了。三途恶道，受了多少的折磨，或贪到火。像那些刀山剑术、油锅、铜团铁柱，
直接把你扔在里面煮。那种煎熬，那种痛苦，万死万生，你没有办法。就像现在有些畜生，甚至是战争时期的一些人，没有战争时期，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虐待、丧失人性，人世间也有这些经受不了的痛苦。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时间能让你自己把握？如果明天死亡就会到来，你今天还敢说自己腿痛了不行吗？动不了了，赶紧放下来。所以这个寒彻骨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起码这几天，这个披风包起来是很暖的。古人求道，注意看看虚云老和尚就知道了，真是万死万生。冰天雪地里三步一拜，差五台山。后来摔倒了，晕倒了，被水冲出很远，都昏迷过去。这个没有经历一番跟痛苦做斗争的经验，常常是自作偷腥活计。表面上，或者说讲起来，我们觉得自己是下功夫要修行，但实际上在内心中百般计较，连打坐的蒲团都要搞得温温润润，暖暖的，然后要柔和的不得了。稍微硬一点不行，腿痛。这是对整个身心的这种要求啊，外在的享受啊，提高到了很高的位置，而内心的承受力反而降低到很低的层次，做不到寒彻骨。物质上的寒彻骨还好办一点，特别是精神上的。你的内心真能做到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吗？能放下你无量劫以来乃至今生重生以来执着的感情、执着的人事吗？能在内心中彻底了断？对于世间名闻利养，在一起生活的人。你是不是要表现的你能干一点，你有本事一点，或者不想表现给别人看，自己也在争强好胜，总觉得自己的活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点。这个精神上的寒彻骨啊，更难。我们大家都太热情了，对自己特别热情，所以。妄缘放下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根和尘脱落以后的洒脱自在。这个根尘已经脱落了，已经分开了，为什么还会告诉我们要不经一番寒彻骨？拿着梅花扑鼻香呢？这个从习气上说，如果从用功的境界上说，只要你六根不落在六尘上，其实你的内心已经没有痛苦了。痛苦只是一个概念，你认为这是痛苦的这个概念一直揪在心里，习惯了，认为这就是痛苦。假如你脑子里面没有概念，不知道什么是痛苦，什么是快乐，就能找到了根尘勾结的这个神头，全力以赴，专注在这里。
不思善，也不思恶。因为根尘勾结，你用功用得再好，充其量就是一些法尘概念，像世间的四禅八定，身心愉悦，用得再舒服了，也是一些境界而已，跟你的见地完全两码事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个法尘概念在禅堂里面是不允许有的。为什么禅师说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？虽然禅宗不立文字，但是禅宗的语录却是比什么宗都多。中国禅书大全150本，禅堂不是说不讲话，每讲一句话，就要把脑子里面的法尘概念扫除干净，知道轮回的前因后果，知道根尘勾结产生的种种生老病死，但是正在用功，必须把根和尘要分开。只有放下了外在的六尘缘萦，我们才会明白这真心的妙用。怎么去明白真心的妙用？这里面需要一念相应。这一念相应，它的前提就是妄缘放下。你妄缘放不下，这一念相应，相应的还是一个法尘概念，还是一个污染。尘就是尘埃，就是污垢。法尘就是法的概念，污垢了你的自信的天空。自信虽然不受污染，但是你的概念却把你推到一个虚幻颠倒的轮回路上。虽然我们学了很多知识，很多佛法的概念，对修行有帮助，但是一旦你着在这些概念上，你依旧是在有为法当中，没有办法真正从内心中透脱。所以，当我们妄缘放下，一无所求，一无所念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，无相无空无不空，即是如来真实相。就是完全变成像虚空一样。如果能够一个法尘都不沾，一个尘埃都没有，六祖大师说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法尘概念都不沾了，谁能够沾得了你呢？所以，不会妄缘放下的人呢，严格的说，他不懂得怎么打气。只有懂得六根不在六尘上了，才算你懂得打气了。实际上，能把六根和六尘脱开了，他的心是不受六尘影响的，也不受
时间和空间的影响。我们这个从生到死，在人间建立的这种三维的空间观念，加上时间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好像很真实。事实上，都是根和尘勾结以后产生的幻觉。说幻觉，它只是打开了我们人间的这一个念头，这一扇门，是我们心性的无量表现表法之一。就像我们做梦，梦境中的境界虽然是虚幻，但是它也是我们生命中无量表现之一。人生只是大海上的一滴水，这一滴水蕴含了大海的所有味道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一滴水当作是整个大海。如果不能透过突破这种对这一生的执着，那你一定会把这一滴水当成你的生命全部，全部的大海。只有透过了根和尘的执着，现有的身心世界的概念，你这个当下才能够看得到不受六尘所影响的放下万缘的境界。在这里打七，就是守住它。说守，更确切的应该说放。放开就是守，以退为进。我们想背一段经文，想念一个东西，想增加一点什么内容，可能不太容易。但是你放下，应该说是很容易的。在打七之前，打七之后放不下，那我们就在打七期间也要放一下。所以你从打七开始，手机全部关掉最好。就算这7天时间，你人间蒸发了，死掉了，身心世界跟这个世界彻底无关了。最起码要能够做到这种心理准备。原本外在的六尘对我们的沾着、粘着就太多了，一生中也难得有几次打气的机会，所以就把这几天当做自己死了。每次坐上，也把自己当死了，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，毫无瓜葛。死人躺在那里，无论别人动他也好，骂他也好，说他也好，一点都没有反应。我们不要反应太多，甚至连别人呼吸响一点，你都要反应一下。你又不是别人鼻子当中的虫子，那么在意别人的呼吸干嘛？所以在内心中啊，彻底能够真正的做到万缘放下的，连自己心里面的感觉感受也全部放下，放之又放，放之又放，只有全部放下，你才算是有打七的功夫。还有一个念头放不下，还有一种观念放不下，还有一个想法、一个要求放不下，
全部都不够打气的条件。所以妄缘放下，是外在的六尘全部舍弃。而在这个里面呢，只要放下以后，能够保持任运随缘，就是你的注意力呀、啊，已经是没有概念了，随起随灭，念头不一定会死掉。我们这个想法，比如说哦，吃饭了，师父在开示了，现在又讲什么了，他念头会起来，但是你每个起来都不是你要让他起来，你不要主观的一定要让他起来，他起来就起来了，他走就走了，随起随灭，没有随这个念头转。只要你想到我，哎呀，这个观念是不是很好，我是不是要向师父汇报一下，你就知道一有想法就错了。所有的想法，无论你多对的想法，都错了。所以要舍之又舍，对未来怎么考虑也不要管，就是打气期间先当死人。那么一念相应是怎么个相应法？就当你能够妄缘放下，在这种心境中，有可能敲木鱼的声音，或者外在的某一种声音，咳嗽的声音，它会把你这一念自我的感觉粉碎掉。我们现在就算根尘窘脱，它是一个神头，所以要你紧把神头做一场，就是全神贯注的盯住这一念未生之前。一念就是法尘啊，法尘没有起来，前面的五尘都不会起来。第六意识如果不起来，前面的五识都不会起来。所以守住一根不落法尘的时候，前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尘自然不会起来。把这个法尘舍弃了，所以全神贯注就看住明明白白，这里念头来了不要理他，咒还是要念，手印还是要持。这个持咒结手印，就是加强你对一念不生的功夫的进展。有时候一直在持，持得很清楚，咒也听得很清楚，但是你的注意力一定不要在咒上，不是心念耳闻，心念耳闻是在第六识上转换自己，而是在一个念头都没有，你就看到连是不是持咒都不需要管它，顺其自然。但是我们有持咒的习惯，它自然在那里念，也不要停下来，注意力全部都在什么都没有上。一直这样用功，那么如果触到特殊的因缘，有机会听到爆炸掉了，这个时候对于自我的那种感觉会消失。假如自我的感觉消失，这个神头就被你做掉了。有些教理已经听明白的人，你功夫用到在这里成片了，自然就能看到很清楚，咒也念得很清楚，心也很专注，但越念越看原来以为有个自我的那个自我彻底不存在，原来就是没有存在的，
其实，如果你认识它本来就不存在，在座上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不存在了，没有一个自我存在。无我的世界，就这一念，一个念头打开了，所以叫一念相应。这个念还是第六意识的念，通过我们意识的分别、法尘的分别，你的用功注意力是不在法尘上，所以所有的念头来来去去都不需管它，只需要专注在这里。但是专注在这里，专注了半天，你发现它只是个影子，不是自己，没有自我。所以，如果功夫成熟了，有些人需要等待因缘，外在的因缘会促使你，外在的因缘会促使你明白，本来没有我。内在的善根，也会让你不得不承认无我。就是你听了教理，又修了这个密法，定力又好，然后就在这里很清楚的妄缘放下了，你的心不再有一个东西能够染污得了你，捆得了你，你才发现其实万法本来没有染污，因为没有一个被染污的自己。但在这里，一个念头跟这个无我相应。它怎么个相应法呢？一旦明白了，就是认识到了彻底无我，在那个当下，假如能够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东西南北、上下四维，就是十方三世，遍观一切处，无一法有我。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千辛万苦，原来全是冤枉的。你可以观察到，就在一个念头当中，能够遍观十方三世，不是在那里想哦，我昨天受苦，前天受苦，受了什么苦，前生又什么苦，以后是不是不再受苦了？不是这样去想，而是在你全神贯注的当下，这一念。完全相应，所以过去、未来、十方三世的一切佛法于一念中圆满展现。这就是虚云老和尚开悟的那首偈颂：“探着手，打破杯，家破人亡与南开。”这是万缘放下了。春到百花处处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这他一念相应，所以我们能相应也罢，不能相应也罢，这个佛法的道路就是这样。如果还用不起功，那真的要多让自己下点功夫，看看三恶道有多苦。这样把我们自己的偷心使劲、构建关除这个佛性啊，朗然独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同生。